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绅士 peace， 我是子翔。今天呢，终于又要整人了。这次的整人计划是我们的乔瑟夫提议给我们的。我们前几个礼拜就开始铺梗，就说我们接到了蒸拌面的业配，然后价钱，然后呢就去买了蒸拌面。但是呢，我们会把一种口味换掉，换成这叫做大王麻辣拌面。这一碗多少钱？这一碗550，听说很辣，是不是？第四种呢叫做超级辣，那你知道后面写什么？不爱惜生命的人，我靠！所以你点的是不爱惜生命的，看起来蛮好看的。哦，我还是不要吃它，我本身完全不吃的。我觉得你吃一小口，先体验一下是不是？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我又买了豆奶、冰水、冰块给你。我操！这好辣！哎，我觉得这汤会不舒服哎。啊！这汤好烫啊！你要不要喊冰哥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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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汤好辣！生命之水。啊！啊！好麻哦！哎，相当于他们那些拍 YouTube 的说，就吃下去的感觉，我就在想说，没这么夸张吧？他这个辣不是我市面上接触过的那种辣，这完全是那种不是不爱惜生命，是完全不尊重生命的。我嘴巴刚很懂啊。等一下他们是会在业配的情况下，然后应该会吃很大一口。我觉得你还是要跟他们说，再尝试一条卡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等我们的小红跟杰恩来做我们的试吃员，整人计划开始了 ，Go。本来是要这样整，那个麻辣干面有点太弱了。我跟乔师傅决定，我们等一下要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让他们吃，但是他们又会觉得这个面是正常的，只是要补拍之前没有拍完的东西，未完成的梦。但是殊不知，他们等一下吃下去，他的梦会变大。就看是哪里变大吧。我现在跟乔瑟夫的计划就是，我们准备把神秘的梦想小药丸放到这里面，他们一定会喝牛奶，会不会变变狗啊？好，那我们就回去厨房加工吧。这感觉很厉害，你先吃吃看。好吃。三颗，确三颗，一颗。哎，三颗就三人份，他们两个人吃三人份，还是直接四颗？不要。他有个东西真好用，哦，这粉末不能浪费哦。哦，有。我不要吸掉这个，不是，里面还有一些粉，你千万不能浪费这个昂贵的粉，知道吗？我觉得蓝色巧克力应该没有差吗？跟他说，对，那个牛奶有出新口味，就直接先加进去了。这些蓝色颗粒嘛，我们都要进去，这充满我的爱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的 peace 吴军、吴雄、吴子修。我们今天到底要干嘛？我们今天，我直接讲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帮一间知名厂商业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试这个啦。重点是我们今天这样试太不公平了，所以我们要使用盲测的方式。盲测？等一下，我们准备另外一碗面。我们会准备其他家的面来跟蒸拌面比。那我们这次就是全部蒙眼，看有哪里不一样，然后去品尝出它的美味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就来试吃吧。Let's go！ 现在蒙眼睛吗？盲测。我这个真是，哇，你看我真的整个封闭住哎。我也看不到哎。我现在看不到。好，来第一碗，先给杰恩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吃两种不一样的、什么东西？一个是蒸拌面，一个是蒙古汤。所以我们第一款就这样结束了。对，那接下来试吃第二款。我们等一下吃完再公布。我觉得蒸拌面的香。怎么讲完就没了？不是这碗好辣的感觉、你在吃吗？啊，是香的吗？是香的吗？香的。哦，好饿哦。哇！我等一下可以全部吃完吗？哇哦！这样。哎、这碗怎么那么大？这是几碗啊？一碗，好吃吗？靠杯是沙小啦、欸！恭喜你们两个被整了。我不要，这好辣哦！
难道我刚刚为什么想说我有牛奶在那边？真的很浪。不是，为什么你没有带一下？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啊，乔师傅指导我这么做的。这是什么？那个大王麻辣干面。好辣，好辣。哎，不是，所以我们今天昨天没有蒸拌面业配，我们今天真的业配吗？今天没有业配啊，就只是想要蒸面啊。你们不用怕片场不够，因为前面我已经有塞片段了。你要生气了吗？我觉得很北兰。我不是跟你们讲过我不喜欢这样的整人吗？明明就以为有业配，然后又没有。这样是没错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要产一些整人的影片。等一下，我们先交话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其实连打嗝都是那个辣气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你这个厉害，你把眼睛蒙住，这个我真的看不出来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有人可以吃万整碗。我觉得今天你结尾吧，结尾这一次整人我算成功吧？成功，因为我们真的猜不到。好啦，那我也希望你们以后两个不要整我，好不好？不行，那请按面见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你知道现在连呼吸都会痛吗？对，而且你刚刚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喝这个很像苦的？我都不知道味道啊，这是什么？牛奶。真的很辣，靠北、啊！也记得追踪我们三个人的 IG， 但真冰冷的哦。我是陈世皮的子强，好的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这项我觉得可以公布了，这次又有一次整人吗？我不知道，都他了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？什么整人啊？你们喝的牛奶里面有加微擦干？什么？靠北干哦！你想认真吗？拿出来给他们看。难怪我刚刚觉得苦苦的。对，而且你刚刚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喝这个很像苦的？我都不知道味道啊，这是什么？嗯。刚才小红就在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，我刚觉得很苦哎、欸，嘴里面有吗？你是想要就是赶快稀释是吗？我刚才是有认真看的，小红 喝的水偏多。你没有查过会不会出人命吗？我大不了勃起勃到晚上到家才能解决，是不是？挑到他们都在热恋期，然后。哎、欸，干他最惨哎！哇，你超惨！我是认真觉得你们很缺德哎、欸。那我告诉你，我直接陪你们喝好啊。不是，你要给我吞完这个，然后再给我喝。哇、欸，太暴力了啦！他在气什么？他在气他现在用不到。对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人只能吃半颗。管你，你刚刚给我们加三颗，那个是有稀释过的。干一整颗很硬呢、欸。来，小师傅给我过来，你用水，你给我用牛奶，然后喝完一半到这边。对，我告诉你，就说不能先说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应该四颗都加进去。你现在有感觉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有感觉吗？我现在觉得我龟头有点怪怪的，热热。他不能喝水，那你含一口牛奶。我管你，我不管。没有，你喝一口含进去会。好，你们两个一起吃哦。干，是太辣吗？干嘛？我卡进去了。你吃到没？还跑进去。不是，你是不是不会吞药？对啊，看。好，你喝完吧。你喝完吧。你刚才喝几口？吃。他先吃。好，吃。快一点，头都不快一点。对，手打开，手打开。喝下去，舌头一股了，很好。他刚喝到，你可以过来。我刚刚是喝这样，这全部我喝的，然后他也喝了。我刚才明明就有看到你喝的时候，明明就在这里。我现在直接里面是四颗，我喝全部，我直接四颗。等一下，来，停，帮我盖子。你还要摇一摇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各位，有要拍影片的，微擦缸不要加在牛奶里面，喝得出来。不是，为什么我要喝牛奶这么多啊？因为你整我啊。你下次整我就好了。所以我可以整很过分的事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想好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你等着吧。我们都真整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完蛋。啊，我大概知道什么。你绝对完蛋。这支影片就这样了，我现在没有反应。然后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鬼懒趴都在上。我们现在四个人状态就是大家都是茫茫的。我现在头超肿，然后我现在脸好像有点热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会不会难呢、啊？我觉得我们现在完全经不起女生的诱惑。我现在一碰到就不行嘞，那种感觉。这一下如果你看 A 片，应该就会开始。我现在如果有看 A 片，我就会非常想要演 A 片。他现在是我们的小鸟变成大鸟，他就不会变成小鸟。你知道他现在一直在等待一个 key 吗？一个 key， 一个关。你等下如果有怎样，你直接去厕所找杰恩。杰恩现在已经跑去拉屎了。好，我们等。哎！不行！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了？我的耳朵。我跟你讲件事，我刚去大便，坐一坐之后就慢慢翻他微博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不行，我要冷静。然后你知道我在干嘛吗？我在看魏翰的照片，我马上软下来。我们现在看着你就不会有买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跟你讲，你帮我一个大忙。魏翰。好了，关起来啦。不要再播那种东西啊！告别啊！
白痴哦、喔，关起来呀、啊！真的不要播、喔欸，关起来，先关起来。哎、欸，什么？拿过来啊，给我。重点是我们等一下三个要去人家家里做客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进去会不会成为大关秋、欸。哎，真的不是开玩笑，不信的你们可以自己去试试看。我不夸张，我看，看你们真的很智障哎、欸！我不夸张，这冷静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超好运动。所以我们这部片结束了吗？好了，我这不行不行，这冷静一下。你已经拍到了，你已经拍到你想拍的了吧？好，那我觉得可以结束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有点晕，好不好？真的晕，我也在晕。对，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那结尾吧。不是刚刚不是结尾过了吗？再结尾一次吧。不要，你们就这样吧。这样，你们有卖威尔刚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他说没有，怎么办？哦，我刚已经拒绝了。我有需要到这样子吗？